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麦神，麦神父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其实圣诞快乐，我哋时时讲系咪？圣诞节真正嘅意思系乜嘢呢？最重要嘅系要记得，系天主自己降生圣人，主耶稣基督嚟我哋中间做乜嘢呢？圣化我哋，帮我哋认识真正嘅天主。做天主子民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在圣诞节会有很多礼物，是吗？是，不过最大的、最有意义的礼物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天主自己在我们当中。天主赐给这个礼物呢，是因为他喜欢我们。而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礼物。希望我们在生活上履行主耶稣基督的旨意，履行天主的旨意，在一切事上将光荣归于天主。如果我们这样做呢，圣诞节才有意义。好，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愿主时时与你们同在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